攻守将来的刺客，后期刺客比较猛，刺客爆发力比较大。弓箭手比较像是远程支援，可是弓箭手你撑起来的话，他伤害也是很爆炸的。你看我打怪伤害也都是平均都是四位数啊，主要是要撑暴击啊。你攻守跟刺客，你一定要撑暴率跟暴伤，让你伤害会比较爆发一点。不然你平 A 啊，你撑技伤撑冷却，你的伤害出不来，你会觉得打起来很无力。加上攻守本身的伤害倍率又很低，你不把暴伤跟暴率撑起来会蛮惨的。我的刻印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刻印基本上你们一开始这一组，如果你已经像我一样洗好了，就不要动它了。它之后改版，韩版有出第二号刻印，就是两组独立的刻印，像切换套装一样，能力值不会合并，但是你可以把它自由搭配啊。那像这一组我已经洗好定型了嘛，有命中，有减伤，有攻击，有防御。然后我只是想要把前面几个洗成暴力暴伤，那我就不改了，一改就要全部重洗，浪费两次的时间。所以你如果你们刻印现在已经洗到第五阶了，然后也还能接受的，就不要抓掉了。等之后出第二组刻印的时候，你再把它洗成另外一个你要的属性。像另外第二组我就是要洗暴力暴伤，这边洗暴力，这边一样是减伤或防御。第三组就是洗那个暴伤，原本是洗命中嘛，我会改洗暴伤。然后第四组的话，这个我会洗攻击力或所有伤害。第五组就是暴率，就不会再洗什么命中防御了。就是第二套配置我会配全输出啊，全部都是输出型的。命中会比较重要吗？你刻印三阶是 MP 回复，其中两个是金的，好，要不要洗掉？我觉得你现在打怪如果够的话，不用特别洗啦。命中很重要，可是现阶段，就比如说你到75级之后， 你打怪的等差很低了，基本上你的命中已经是很够了，除非打一些比较特殊的 BOSS。不然的话我觉得命中够就好了，不用特别去洗到非常非常非常高。你真的要洗命中的话，你可以等八月份吧，八月份会出第五世界嘛，下一个章节，那个时候的怪物可能等级会更高，就需要命中了。现阶段你如果是维持70到75等的话，命中应该还蛮足的啦。就算你命中不足啊，也可以靠等级差距拉小去提高你的命中力。等一下，我其实蛮好奇跨服对面会不会出来打的。上礼拜我们跨服是第一关 peace 嘛，第二关打的头破血流，然后最后我们第一战线的都没有进去啦，因为他跨服有分两个联盟啊，二线联盟好像打到第三关了，因为这边比较和平。那第一线联盟打得很凶啊，谁都不让谁。我看一下我们这个礼拜的世界跨服的战力啊，参加工会奥丁08，哎呦，我们会对到这个 blue rain， 好，我们没有对到地罩，代表我们有机会。啊，可是图奇丐帮这边我们的好像对到了他们了，所以这个有点岌岌可危。我们这次友军比较少啊，上一次友军很多，这次友军都被上到别区了，所以应该是没这么好打。我们这一组队友是怎样？我们这组队员，我爷爷、老王还有雨熙，哇，四大雷包，天哪、啊！哎，不对，三个雷包，我是正常人。我们进跨服咯，目前全伺服器战力最猛的在我们的对面啊，战力目前最强的是这个、啊、这几个53000的，然后我们戒床47000，我们跟他们战力差很多啊，我现在战力大概37000啊，我现在37000，跟他们差了快10000的战力。 Go 开舵，欸，会不会别的王被偷掉？我们这里这么多哪这只王，他还没有进入到狂暴阶段，代表我们战力不足了，打了很久了。原因是因为目前我们台版的跨服算是比较早开啦，那跨服在韩版算是比较新的，开几个月而已。那我们因为提早开，所以平均玩家的水平强度有差，下个月开放第五章节，大家等级提升装备提升之后才可以比较好打。现在不要说打第三阶啦，打第一阶段的王是打很久了。王二阶哦，狂暴了，狂暴了！他们说另外一只王那边有敌人在跟我们撞，然后我们派了六个队，我们派六队过去帮忙牵制啊。因为这个王打死之后，哎，有敌人，有敌人。哦，我们刚刚这边有敌人过来看哦，看一下，刚刚有敌人过来看，我稍微躲一下。哦，我快死了！哦，康贝，我死了！
我死了。瑞拉德开打，像我们现在打这个啊，跨服战啊，其实你看，不要说打王了，你旁边小怪都会打很久，因为这边的怪都是超过等级的。你看怪物是红色的，他打我一下400多、100多，我打他会一直 miss 啊。所以打这个王，我必须要穿命中装。哦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要他们来两组了，要进来。十。下雨。我干，好痛！他们被缓，他们被缓了。好，我们退了，我们回来灌输出吧。他往后拉了，我们这只要加速一下哦。他们退的，我们就不要追了。打莫内喽，我们的人又变少，又少了一个血盟哦，所以大家扛王的要小心。哎，星辰要死了。敌人来看哦。我跟雨熙继续灌王好了啦，我们只能继续一直灌王了，不然时间会来不及啊！我们要尽快把人送进去，才能去帮里面的打。这只王比较笨啊，他不会一直招小怪，他就是一直狂打。我们其实打这个王啊，有顺序的，就要从最强开始打，因为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人最多，所以我们要用最多的人把最强的王干死，然后剩下少一个血盟。再打第二强的，再扫个血盟，再打第三强的。看，被戏啊，被戏啊！他那个范围攻击死一堆人啊，戒窗残血哦，很残。他怎么偷进来了？到目前这个时间，我们就算到第二关也推不掉网了，剩50分钟，先干人了啦！假装吃网啊，我在扛网，我在扛网，我在扛网啊，假装一下嘛！我要死了，真的好雷哦！我来了，他们来，他们来喽，在平地那边闲晃。哎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真的很多。防一个，防到了。C 开头的，帮老王爆头。哦，不行了，哇！这是他们最强的战力啊，81等，我才76等，他81等呢。我们现在一队人骑着马在上面这边发呆啊。来了啦，来了啦，萝卜哥哥！哦，还是老王，下一次我们把我们装备全部脱掉，进入第二战线，差不多要撤啦。我们这边剩10分钟，撤了，撤了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再次挑战跨服世界副本啊，依旧推不掉那个王。有点强的王，那现在我来推服内的吧，来推我们自己的副本，把这打掉，还剩一场吧，我把它尬掉。术师，如果你们弓箭手想要这样子单吃的话，其实弓手单刷这个副本是蛮简单的，因为你可以拉怪，很好拉，然后可以远远的打。好，被炸了，不要被炸啊！啊！我怎么要死啊？我靠呗！其实攻守单刷这个副本是蛮简单的，因为你可以拉怪，很好拉，是蛮简单的，因为你可以拉怪，很好拉。